PAC 分析控制隶属于 PAC 公司，是石化行业公认的色谱解决方案领导者。自从1981年成立以来，我们的创新方案就被广泛应用于工业中。流程数据是表征石化油料的重要数据，对于从原油到成品油的不同物料， AC 模拟蒸馏分析仪都能够给出快速高精准的流程分析结果。炼油过程的利润空间较小，所以要生产最有价值的成品油，对于整个过程的优化就十分必要。随着市场条件的改变，复杂的炼油过程和严格的法规对炼油的连续优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炼油厂会从高质量的实验数据得到有效的优化决策，并减少产品的浪费，最终得到更高的收益。 AC 分析控制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集尖端的硬件和智能控制于一身，简单易用的软件和尖端的模拟蒸馏硬件为我们提供了优于标准要求的数据结果。我们为模拟蒸馏专门定制的 TPI 进样口是世界上公认的性能最佳的唯一性进样口，它能显著降低基线，消除歧视效应，延长色谱柱寿命和降低维护成本。 AC 轻溶剂优化的自动进样器能显著改善样品盘周围的温度分布，保证样品完整，提高数据准确性。 AC 模拟蒸馏 Simdis Excellence 软件是直观简易的软件，它不需要专门的技术培训即可使操作者入门使用。 Simdis Excellence 以工作流程为核心，提供了简单直接的软件解决方案。该界面可以使数据处理变得十分简单，极大地节省了操作者时间，并具有极高的样品处理通量。PAC 提供了 100% 完全的交钥匙解决方案，我们的解决方案在交付前就根据有证书的标准物质完成了完全的校准和验证，并根据最终用户的要求完成调试。 PAC 卓越的模拟蒸馏解决方案能提供最精准的流程结果，能使您在产品规格限制附近更有信心的工作。 PAC 解决方案完全符合全球范围内的测试标准方法，确的分析结果可为您的决策提供最直接的依据，保证您得到最优化的炼油效果。它能显著降低产品浪费，最大化原油的收益。我们从1981年就成为工业的领导者，并不断积累行业经验，持续提供创新的和智能的解决方案。我们在全球已经拥有超过2000套模拟蒸馏安装量，炼油厂使用我们的解决方案来最优化他们的炼油过程。PAC 可靠的合作伙伴，卓越的解决方案。